看我的这个滑梯上面发现这里有一个炫卡都是的巨力风暴，哎，它是一个超市的变形卡，哎，这边，哎，哇，我去，哎，这还有一个卡片呢，这个卡片好像就是这个巨力风暴的，这边是一个机器人，哎，掉那里了，但是它好像变形了吧，我们看一下，哎，这个下面也有一个机器人的，它是一个红色的，我们看一下，从这边下去吧，下去找，哎，哎，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哇塞，好像是一个飞镖吧？哎，它是可以发射的吗？这个下面有一个把手，它是这样的吧？哎，哇，哎，哇塞，这有一个暗影特工，哎，一个超帅的飞机，上面还有两个螺旋桨，哎，这怎么还有6元钱呢？这是谁的？放在这里吧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超帅的炫卡召唤器，哎，这个里面还有一张卡呀，哎，这个应该是他的吧，应该是这个暗影特工的，它上面是一个机甲形态，哎，这个武器超帅呀，应该就是他吧，哇塞，这个武器超大呀，攻击力可能超强的，我们先读取一下这张卡片吧，读取卡片，哇塞，果然是暗影特工，不过他好像需要把这个暗影特工变成一个机甲形态才可以安装，等一下我们给他变一下，我们先去下面找一下刚刚那个红色的机器人，哎，怎么不见了呢？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哇塞，它是一个超帅烈火秋罗呀，上面还有一个，哎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哇塞，好像是那个烈火秋罗的武器吧，我们看一下从这边能不能上去，哎，哇，哎，哇，这滑梯好像有点滑呀，试一下这样呢，哎，这样不行，拿不到，哎，对面有个台阶吧，可以从对面那个台阶上去，哎，哇塞，上来了，哦，这个好像是一个大炮吧，烈火秋罗的一个大炮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武器，哎，这个上面是黄金的，它应该是个盾牌吧，这边还有一个卡片呢，也是一个烈火秀楼的卡片，哇塞，捡了三个这个东西，我们从这边，哎，从这里滑下去，哇塞，哎，安装一下超帅烈火秀楼机甲战斗形态组装完成，哎，这边这个卡车在这里，巨力风暴，哦，它变形了吗？哎，这样压一下就可以了，超帅的一个巨力风暴的载具形态，哎，刚好还有一个什么东西从这上，哎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哇塞，这个是他的武器吧？不过按照这个武器，好像也需要把这个巨力风暴变成一个机甲形态。全开之旅，现在就出发，克服万难到尽头，呼喊全卡都睡 ，Let's go！ 超帅巨力风暴机甲形态变形完成，下面我们把暗影特工变成一个机甲形态。哇塞，超帅的一个暗影特工变形完成，炫卡力量出来吧。